一夜间枪杀村民14人，原因为何？主犯胡文海临行前又爆惊人内幕。我那办案部门能查多少？我说最少估计得杀40到45。我就想到这点，我就是先下手为强，把他们连轴3次，把他们全干掉，我陪他们上路。那天的立即就在胡哥那面前就激起我了，急得我的脾气也不大好，他说那些话我也不好，急得我是动手，临时就你见杀我就杀他们，我当时估计杀是杀不完，啊，就是杀他们先跑出去，明天重新反复再干，干完我不想跑。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惊天命案》。大峪口村坐落在乌金山下的一个荒山秃岭上。2001年10月26日，对于大峪口村来讲，绝对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因为这天晚上，该村有14名村民被枪杀，3人受伤。一夜之间，大峪口村新增了14座坟墓，包括8男6女。我没有记不住，我他妈没开门给我一枪杀进去了，然后这个这回忆起10月26日晚上，侥幸逃命的大峪口村煤矿矿长刘海生仍然心有余悸。大约在10月26日晚上23时许，从煤矿回村的季某路过其父母在路边开的小商店时，发现店内亮着灯，窗玻璃却碎了一块。当他凑上前去看时，立刻被眼前的惨状惊呆了。我一看，我过去就敲门。专门我听见我妈说了，快快救救我，救救我！我就推门推不开，我跑离开好几步，我冲过去一脚把门给踹开了，踹开门我进去，我一看我父亲啊，这已经就头已经就成了半个了，这儿头这面已经就这么大口子。已经就我妈是红成嗜血啊，是我母亲告我的，当时发现我母亲还没有就是出事的时候啊，我母亲说了，就是她了，听见她说话了，还在墙上写了4个字吧，文海害人。当时个胡文海急忙说的是李立成跟他老婆子一块出来开的门。开门是跟李立成开的锁子，他老婆开的是叉，开了是叉以后，可能一开门就把他老婆打杀以后就是他李立成就往里头跑。10月27日，犯罪嫌疑人胡文海、刘海旺、胡清海被警方抓获，并当场从胡文海包内搜出18磅炸药、5枚电雷管。那天晚上就是做那件事的时候。杀那个李记，跟杀到最后，你觉得你这个整个的作案的一个过程，你心里有没有变化？有，当时打死李记是相当紧张，心跳，因为三弟不是见我的脸都是雪白的，就是当时就是说你才能说你说是你不紧张，人命关天杀人了嘛，那是干啥？就是后面的平静，就是从那儿出来杀气紧张开始的平静，那是相当平静。那已经杀开了，那就还得杀，该杀全杀了。杀第二个就平静。哎，对。可是那跑啊，脸白啊，也跑步也喘，就扎胖的公安上去了，就跑着走，啊，干完家才跑到下家。就是在做这个当中，你心里有变化？有，先后面才平静下来，真正平静下来就到我在打的刘海生。这里情境跟他父亲，我能笑的跟他说，你想想当时我已经杀了十几个人来跟他笑着说话，你想想我就那肯定就平静了，就相当平静，我心里相当静下来。如果跟李医生不是笑的时候他能给我开门，你想想他肯定不开，他以为还不知道他能给你开门的。如果我是漏气中间他给你开了，你记得把全墙跳了，你当时还控制住那些。对，就是我从始至终的相当清楚。那就是说，你知道有可能，就是说你只要这么干了，你肯定会死。我就原准备是自杀，
全看他们作为自杀，就是自杀也好，判刑判死刑也好，你都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克服这种恐惧的？我没恐惧，我杀第一个人我紧张，我恐惧一点不恐惧，我从他前面提醒，我不恐惧，因为人家我是死过一回的，人家前面几乎劈死我，如果不是二弟跑过来就我就再两三天不闹死我了。你有没有那种侥幸心理？就是没有，就是你跑了。哎，那我是准备好。准备好的真正原因就是准备明天重新还回来再杀他，干完我就自杀呀，我才不愿意逃亡。你肯可能躲了一年两年，能躲多？不可能呀。可是我平静生活水平相当高，让我的逃亡过了逃亡的生活。如果我要出去，更麻烦。就连胡文海的家人也觉得事情来得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哎呀，除了这个事挺突然，他那天五点半，那天好像还在地里就吃饭在苹果树了，不是苹果树腐烂了，老婆他们干不了，我老婆他们卸岗的，五点半刚地里回来的，回来，我是回来的，在俺们那就做下菜饭了，我就吃饭了，他就不他在这个医院，俺们在那个医院，不在医院做的，他就过来吃茶了。一天就说是反应，就一点没反应。他在地里当的，哎呦，手不擦或光手皮，不弄得光有点，他就没预感。你有预感那玩意，一点预感也没拿呀。我还纳闷了，我说这家伙，出能出这事儿来着？哎呀，我现在想不通，为什么想不通了？我从小在这村长大的。我这个人啊，你出去打仗的，那我也不认识。哎，那认识人，见了面咱们就是道歉，说说话。嗯，你跑在这里，我没理出的紧张。你说你待会执行刑侦，我就考虑我来呀，实在是没办法，话在这说。他这个行为给我们家庭和那个影响，造成极大的不好也不利。因为我大哥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现在我们一家老，我像我爸我妈哈，多少年就住院治疗吃药干啥都是我大哥负担，所以我们实际上打击是最野生，是对于法律制裁他什么程度，执行枪击我们没有异议啊，法律是有公正的嘛，严肃的，我们维护法律。做这个杀人案的，在我们竞争地区竞争市，在榆次地区啊，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案发的当时呢，整个大峪口可以说它处于一种这个恐怖的状态下，由于杀了这么多人，有的一家死了四口人，有的是死了三口人，所以呢，当时给整个大峪口村造成了阴影，给这个。可以说给我们竞争市的社会治安呢，也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挑战。因为这个案件发生在我们严打期间，说实话，在整个严打期间呢，我们竞争市的严打的声势和严打的势头呢，这个声威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这样的案子，老百姓对社会治安不满意。那大峪口村里头呢，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市里头，从我们政法部门，从我们检察机关呢，对这个案子，加快审理，尽快的伸张正义，使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竞争市的社会治安稳定问题，也涉及到我们竞争市，经济能否在一个非常安详的环境下发展的问题，对这个案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检察机关责无旁贷，理应当提前介入，快捕快诉，快出庭，使罪犯呢受到应有的打击。在案发两个月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一庭当场复核案件，从重从快，严正判决了1026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胡文海、刘海旺故意杀人犯以死刑，
判处胡清海无期徒刑。可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胡文海铤而走险，对同村村民大开杀戒呢？我能挣钱呀，我没必要，我也好好的，我家庭也挺好。可问题是我下流，我父亲70岁，我母亲69，身体老母亲都不能动，我孩子19岁刚上大学，我姑娘12岁，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不到万不得已，你想想，我不可能做到这一步，这是他们逼上，逼着我必须走，因为我不走，人家把我告，就往死砍了，已经就挖他们不是事实。在我高中几个月都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你想想，你肯定会买上杀手把我干掉。我就想到这边，我就是先下手一枪，把他们连嘴三次，把他们全干掉，我陪他们上网，我走。据了解，胡文海与村干部的矛盾要追溯到1999年6月19号。这个99年呢，就是1999年6月19号，他们王石这不是现在我说这儿踢了一条，这儿两条。还是当时什么情况？当时就是我家交了苹果树，因为他在交了，啥是好意嘛？就是那是省井泵，一关泵就半个小时能上了水了。那可是交了一个小时就127块钱。半个小时就是60-70块钱了，啥是好意呢？一关泵他再开就多花钱，咋就叫他去了？叫就不吭气嘛，叫就不吭气，还是叫不吭气上来了。当时在那边想，相机两个东大铁锹就跟着我地里面走到那我那出城的地方，连着那连他那地口子上可能就有7-8米远。哦，咋这么往那想？我当时高山女人不吭气了，然后我跟高月说地，那高山女人不吭气，他说睡着了。你看农村的累了睡，这我说告我，他说一三只女生很轻，我叫你上去。他说我跟协导协的没停住，我在房子听你们亮，听你们协导就听得亮，我咋的叫你们听见？我说你耳朵卖菜了，透聋了。他们老爸跟着就劈了，他老婆劈了我2下，他劈了我1下，干了我3下。我二弟就离我胡兴海就是离我有7-8步远，当时我就上面就拿着光手电跑过来接住去干我二弟。我当时的血液流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急得光是我擦血是睁开眼睛，光是听到了天光是闹。当时我二弟的他们铁枪毙的是当长高上这儿的划破一点了，人家贴了个创创铁镐啊，你贴一点，我就封23针。当时我父亲是听见了，上我家里的贫困是不远，我父亲我老婆就跟我父亲先生上去了，你不上去那天就等下来，那天他不熟不上拿铁锹手指剁，谁让你劈的？我说劈的，问情我肯定你肯定，因为那天我当时我父亲不上去，那天该下的全砸。当时我看见我那么老抖的，我父亲就不让了是吧？那高三的看见我父亲就抱住我父亲啊，砸我父亲就骂上我，我就不敢，你赶紧去看看去啊，不要以后再说，以后人家应该没事了，没事我就查他。胡三季第二天，胡三季全家在村里面就是怨我红海不是人，不愿意高一才兄弟劈死活该，这是他一家在村里面管三路。季金汤他在煤矿，他是原来跟胡根子熟悉，他的村长也在煤矿管三路，实在我们就闹好了，他们在谈论那么多，他们害怕，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本来的是好又坏的，前面闹死，反正这个村里面说是我，我还不是人，皮子活该。据你了解，你说父母亲跟这个胡文海有什么仇啊？哎，哪有仇了？就是我家跟他家都是沾亲的啊，都有亲戚关系啊，我估计这个起因啊，就是，有人说是我爸不是在煤矿当会计，在煤矿当会计是不是？他们在煤矿上人也多哈，他们在一块儿倒歇了，就有人就是煤矿上的人，说我父亲说了，他不是因为这个高彦叔跟高彦堂这个跟他兄弟打架那个事儿，他就说是说我父亲。说他打的不对，然后他就还到了我家小卖铺，
那就说2000年的事了哈，咱们现在说就是前年的事了哈，还到了那个小卖部还打落父亲两锤，还就这么个原因。后来我父亲把那个当初翻话的那个人，还有第三者，说是倒下了那个人都叫的，然后三叉对面还跟他说了，还跟他对过这个事儿，澄清过这个事儿。没有这样的事儿，他还这么看。哎，仔细在我都想不通他跟我有什么仇，我就是认为他根本就跟他没有仇。从我们从开始以后，咱们说不好听，咱们从他包括咱支持了他，从他不干了以后，咱们你别他家办了几次事业啊，他搬家呀，我还都给他去刷的脸。哎，但是最后他不跟我说话了以后，咱们就。哎，你不愿意跟我走，咱们就不往一块来往，他就不认为跟他有仇。这是事后以后，这就是说，出现这不是发生事故以后，这不是就把这个事，他是他是那个高山那里大塔，高岩所大塔是我在里头指示的了。哎，他就认为这个，其实他，我就知道不知道那回事，他们那边酒店跟。高家弟兄们打架，我就不知道那回事儿。我是后来才听说这个，因为这个高山是历历上叫姐夫，哎，这个你后来听说过，他去留他也是没事了，哎，还给他拿着钱呢，他是没有钱，你卖的车的，这不是等于没事了，没事了，咱们后来就是最后个才听说是哎，这个大他不是是无意的，因为酒店这些是。骂他打他，而是有人指使的，专门杀他的，再清楚。他是不是一个心胸挺狭窄的一个人？肯定是，那不是他就不可能抓一个正常人，你不可能你随便，我直接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可能你冤枉人家是这样的。经过胡文海的私查暗访，他认为是村里原支部书记胡根生等人指使高氏兄弟所为，依据是。本村村民曾经举报胡根生等人合伙贪污村办煤矿公款，当时胡根生就怀疑胡文海是幕后指使人，所以矛盾暗地产生。平日里并无任何过节的高氏兄弟突然将胡文海砍伤后，一名连夜搬家离开大峪口村，另一名又与胡根生等人交往甚密，更加剧了胡文海的怀疑认定。这就是从胡文海这个人来说了，通过我对他的接触，以及他在侦查机关以及审查起诉阶段的几次供述呢，我认为这个人是一个比较自私、猜忌型极重，而且应该是比较暴躁、脾气暴躁，不受一般的约束这么一个人。因为交地的问题，也就是一般的纠纷问题。大峪口村的高彦书高三指兄弟跟胡文海发生了纠纷，那么当时呢是用铁锹把胡文海劈伤。这个事情本来只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但是胡文海这个人疑心比较重，猜忌性也比较重，他甚至连自己的同伙人都不相信。那么他划定的与他有仇的这个范围怎么划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有时候甚至是很可笑的。像某些村干部，一个就是指使高家兄弟批他，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2001年年初，那么大峪口村办煤矿重新承包的时候，胡文海也是其中一个承包人之一。他以前曾经承包过这个煤矿，而且是听说是发了一笔大财。那么这次承包没有成功。他就怀疑又是这些村干部在背后的暗地捣鬼作梗，让他没有承包成，这是一个。那么对其他有些本案的有些受害者呢，并不是村干部或者是以前的村干部，为什么他也杀了呢？据他的交代就很简单，因为说高家兄弟批我，他们没帮我说话，反而在村里是大肆宣扬，就说是我跟高家兄弟打架是我的错，跟高家兄弟没什么关系，怎么就没把我劈死呢？应该把我劈死，就散布我的谣言。那么当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当侦查人员问到
你跟这些村干部有仇，为什么要杀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呢？他很赤裸裸地就回答，我就是怕他的子女长大了欺负我的子女。由于曾经承包过当地的煤矿，胡文海的生活与普通人相比要宽裕，尽管对村领导有着自己的看法与不满，可是他为什么会产生以暴制暴的思想呢？那利益激起我来，我看见高一峰跟我打了工走，我抠着手，每天看见他走，我手都抠着，抠着。我说忍住，查清楚再改。我说忍，查清楚为什么再改。也就是在这天晚上，即案发后四个小时，主要犯罪嫌疑人胡清海落入法网。胡清海，小名二子，男，1958年出生，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病休在家。根据目击者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27日凌晨4时30分，主要犯罪嫌疑人胡文海被警方抓获。胡文海，男，1954年11月11日出生，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高中文化，无业。10月27日22时45分，即案发后24小时，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刘海旺被警方抓获。刘海旺，男，1959年12月5日出生，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高中文化，煤矿工人。至此，榆次区1026特大杀人案的涉案人已经全部落入法网。为什么要杀他？我身份讲身份证我都买好了。我最起码那天也杀了，就把真的烧掉，把假身份证送上。那天根本没有，就那天的利息就在胡根的面前就激起我来了，激得我的脾气也不大好，这说这些话我也不好，激得我动了杀机。根据胡文海的供述，他原计划在农历年三十的晚上报复杀人，而被列入计划的村民人数竟多达45人。第一个胡根是第一家杀的。李立生，因为是以他们胡根生、李立生、刘海生，他三个为首的指使的我闹的，他三家是全杀，那就是他们除了他父亲，什么胡根生的父亲和刘海生的父亲不是，他的他老婆、他的两个孩子女，胡根生两个儿子全干，李立生家大的全干，那么三家，还有胡三七家、季静他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胡文海对本村的村民下此毒手？据调查，1999年6月19号，被告人胡文海在本村因苹果树浇水之事与本村高彦叔、高彦堂兄弟发生口角，胡文海被高家兄弟持铁锹劈伤头部，而胡文海却认为此事并非口角之争那么简单，高氏兄弟对其大打出手是受本村村干部胡根生、刘海生、李立生等人背后指使，胡文海便产生报复之念。那高彦叔了，每天踢了我以后，每天跟我往上找，专门扛铁锹到地里面。他那意思，他们只知道我的脾气不好，白天无故的劈上三锹。你想想，像我的性格，他们知道我肯定不放不过去。拿铁锹往脑袋上劈，往死劈我哥的，之后，那我是在场人，我看见高彦叔跟我大门口走。
我抠的手每天看见他走，我手都抠的抠的流血了。我说忍住，查清楚再改。我说忍查清楚为什么再改。再一次之后就是，我们就是自己调查这个事情，自己慢慢的走访调查这个事情。过几天我就观察高院长到他们基地里面了，跟了他三天。后来我就不看他了，我就观察他李立成家。我是站在西江上，我贫苦之地上，我就看那个高院李立成家。李立成当时是书记，每天胡根生、刘海生每天都去了。啊，当去干什么都他不知道，每天都去。我就看，2001年年初，大峪口村煤矿承包招标，胡文海曾经承包过该煤矿，并因此富裕了起来。所以对这次煤矿的承包招标，胡文海极为重视。在他交纳了30,000元定金仍未中标的情况下，胡文海偏执地认为又是村里的干部从中作梗，于是对胡根生、李立生、刘海生等人更加仇恨。我们当时他关系到的地方已经闹了，就是他不让我包煤矿找工作，就是正常见面了，说句话，其实不审判不可能来了。从胡文海与高家兄弟的口角之争，到村里煤矿承包的落选，胡文海内心的仇恨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他先后购买了消防斧等作案工具，并向曾经向他借过钱的刘海旺索要炸药3.7公斤、雷管5枚，准备报复杀人。那么，刘海旺与胡文海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刘海旺是他姑娘，不是上了个旅游学校，然后跟我借了12,000块钱。前几年，我是计划年前杀他们啊。我到刘海旺啊，就是说，二师兄弟。我的计划是冲进杀人，我是到了腊月28，最少还我8000，短一分也不行。我甚至是早晚分一就是那4000了。我出了事以后，你觉得红海不对你不错，家庭里面家庭留下的孩子们其实困难，你那4000你就给他，你没你日子你不想给也就算了。我那8000块钱一分不能少。就案发以后，他欠胡文海大约是12,000块钱，而且是。很长时间没有归还，胡文海呢多次向他要过，但是没有归还。就在胡文海最近大约是案发前十几天，那么去到刘海旺家，就是要他这笔钱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就跟胡根生有什么什么矛盾啊，就说你能不能帮忙给说和说和？啊，因为你又是同意，说是同意，说是。你们有事做我就管一管闲事，我又不同意我就不管了。只说实在的，他说我早就想跟那个胡文海早就想做一做，就是想跑这个中间人。2001年10月26日晚7时，胡文海指使刘海旺以调节胡文海与胡根生之间矛盾为由，将胡根生骗至大峪口村胡文海住所，威逼胡根生书写曾指使高彦书、高彦堂将其批伤和贪污煤矿公款的事实，以便日后用作对胡根生等人的检举证物。我当时他说4点不告了我，我就给他准备的纸、准备的钢本、硬盘，给他放他。我说跟人写了，我说你咱们从小相跟大，我说我胡文海肯定是说一半，你写的时候我肯定不告你的。我写的本人就是维护证，我们其他他就写，直接写了就是骗我呀。他说是他听说是刘海生指使的，不是他。他可我因为我1999年6月19日出事以后，我家里面调查就是以他为首干部。但因胡根生不按胡文海的意愿书写，胡文海即指使其弟胡清海准备双管猎枪、子弹、消防斧等作案工具，都是假的。我就火了，我就计划杀他，我就把我藏身的地方把枪压上子弹，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里面装了。你几张号记不住了，满满的装了两个裤口袋，装了两口袋，把炸药，我准备上万一公安抓我就自杀了。我炸药，跟那平时穿的皮鞋，那雨布包好，我把自行车推到我仓车那个地方，我家的后院还有个窑洞里面有个小亭，我推着去。为了避免胡根生向外打电话，胡清海将胡根生的手机扔进火炉内焚烧，同时胡文海将胡根生的裤带扯去，防止其逃跑。大约晚上9:40，胡文海持枪抵住胡根生，又让刘海旺、胡清海押住先前赶到的原村煤矿会计李记，将二人带出胡家，
准备将他们枪杀在村里的西山上。哎，我那当时李记在地上躺着，我说海王把他让起来，他说房子不起，他让海王把他拽起来，让那个海王给拽起来了，不忘了。海王扶他，我拖着腿扶着他就往大门迈去。到了大门口，那李记，我说你好小子吗？拉着大门把我崩了，我就一动他枪托就动他三下，动他三下，那后面都害了怕。那一天嘛，是事发突然，那李记激起我来。我看见高晓松跟我大门口走，我抠着手，每天看见他走，我手都抠着走，抠着走。我说忍住，查清楚再改。我说忍，强奸他们为什么再改？胡根生见此情形，便称愿意按照胡文海的意愿书写。于是胡文海、刘海旺、胡青海又将二人押回胡文海家。第二天显放，显完不是胡文海，我一看是，他押出来回来，他一看见我骗着我，我说火了，我就这个手上右手拿着枪，我左手就啪的一下，他不是近视眼镜，一下当时把我这儿划破一溜笼，划破一溜笼，我蹬着我也不行，我当时跟他吵的嘴也干。我跟地里面回来没喝一口水没喝，干的我也不行，我到厨房来拿些凉水来喝一碗。那厨房的柜柜里面看见那钳子，我拿着钳子腿上，我是让你胡说，你拧了他的钳子，我说滚，我就对不起，那我断了，我就骂几句话，不行就记着，你就打他一拳，踩他自己脚。但因为胡根生所写的内容仍然不符合胡文海的心愿，于是胡文海持枪。刘海旺持消防斧，再次将二人押出门外。我家就在村北边上了，我说往手，才看到你拿着枪了，枪是我第一次火了，我压着子弹，枪就没离开我的手，始终压着子弹，在机房状态。我就是外人家，他是外人反我家里人打死他，我就始终他骗了我以后，我就始终拿着枪，始终压着子弹，始终拿着枪，就抓他，就没离开我的手，一下就没离开过。骑行约十米处，这时。李记听到附近公路过往车辆的警报声而突然反抗，胡文海随即向李记开枪，悲剧发生了。第二次就往东走了，不是？那李记又说了，说你把老子打死，我就火了，我说往西，我说往西走，我就一下把胡根生就拽过来，我说往西走，一下子海王不是扶着他了，就往西就走，走到我父亲的大门口，另外家就十几米，当时在公路上有点警车，啊的响了，我也以为是。可能是胡根，人家跟区公安局都买通了，也可能就是赶去，人家打好招呼了，以为是上来了。这李记了，当时一听见警车不是又那个，是朝前的，当时朝西走的，不是一下就掉过身子来。他说：“红海我这儿呢。”稍微就火了，咚着脑袋，啪的一枪就咚着他。哎，就没有挨住是可能紧挨着，我是压一短枪，你当时海王。正扶他，他装死了。警车一响就运行起来，他一连声，我一短枪，海王就往里面闪，我冲着我一枪就咚他枪，一枪就咚到，他就横也没横。我第二次连过枪就打胡根生，当时跟这方臭蛋，一般般也没响。他抓住了一裤子就求我了，他说：“王海哥，咱们从小长到大，你连这样对待兄弟了。”我说：“你早干啥？”我说：“你要是闹我什么？”你以为什么我是闹？我是告都没告你们啥呢？我说现在晚了，说啥没有。我说海王劈他，我说不劈连你干掉。海王拿起斧子劈了他，我是看你劈了一斧子，因为当时一劈，他们一跳，往开一跳，我就缺开枪就压子弹，压上子弹我当时接着朝他心脏部位打了一枪，一开枪，他不是一开枪他就倒在地了，以为你死了，因为后面的那些我才最多的不过是一枪了嘛。他当时又是叫狠了，我就肯定脑袋上给他再补一枪，因为距离相当近，三两米，我估计不可能打不死他，我就打开枪，一开枪就倒，以为是打死了。后来人家说是身上就溅了一粒呢散枪弹，根本就没事。当时可能吓死他，他说没打死。这是胡文海在作案时的一张线路图，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胡文海在实施作案的过程中，先后更换过10个作案地点，有九户村民。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惨遭不幸，其中以村民胡三季家死亡人数最多。当时这个胡三季家中呢，人比较多，
并且还有这个他的两个亲戚，河北人，一个叫安正玉，一个叫郭建军，这都是两个来榆次买苹果做生意的。这个呢和这个被告人胡文海呢也素无冤仇。当时河北就是在这面住的，两个外地人，两个亲戚，就是胡三姐的亲戚，在这面住的。他开枪都是什么，把这个用枪这枪管枪口把玻璃捅烂，因为当时这个里面水壶站着等，两个河北人正开的时候了，站着等把枪捅烂，捅进了以后开的枪，离开两枪，啊，离开两枪把这两个河北人打死的，这两个河北都是胡三姐的亲戚。完了这个最后就是在那个家，就是在那个屋啊，那个屋了，刚当时有一个尸体，那是胡三姐。他的胡三姐的媳妇子是在中介这个家，中介这个家是。在榆次1026特大杀人案死亡者名单中，年龄最大的胡三姐71岁，而年龄最小的张文慧仅有10岁大。疯狂之中的胡文海，并没有因为他们是老人与儿童，而停止抠动手中的扳机，相反，他却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杀人理由。我怕他的报复。啊，这不行是吧？哦，哎，对，那个小子没啥，太小，他大了我孩子也大，他很赤裸裸的就回答，我就是怕他的子女长大了欺负我的子女，应该是说还带有些草莽之情，比较鲁莽这么个人，但是他的自私和猜忌心，也就是导致他直接走向这一次重大犯罪的一个直接的原因。他的自私就是说是他一旦自己想追求的目标，自己想达到的目的达不到的时候，那么他的性格心理就发生了裂变。在采访中，胡文海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正义的人，但其实这正义的背后只是一个利益的驱使。胡文海的脾气暴躁在村里是远近闻名的，早在80年代末，胡文海就因为打架被山西省第三水文勘察队开除了公职，而后一直无业在家。他就是那脾气不好，他平时就也行了，他就是那脾气不好，一般事情吧，反正咋也做不了人家的事。啊，就那脾气暴躁，反正是讲多些事情吧，人家他杀了算我，我杀了也不算。我跟他父性格，可以说是我哥的个性独特的，也不像我父亲，也不像我母亲。不是错了，我小时候我性格比较倔强。我做的对，他们听错打我，我也不知道。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打我吧，那扫炕的那打烂我，我没错，我不错，我就不承认嘛。胡文海在利益的驱使下，视人命如草芥，他狭隘自私的心理，认为一切和他作对的人都是他的仇人，而这些人的名单都将会被列入胡文海的生死簿上。他一旦自己想追求的目标，自己想达到的目的达不到的时候，那么他的性格心理就发生了裂变，也就是好像是事物这个社会就对自己不公，这是一个自私心理在作怪。还有一个就是他猜忌心极重，也就是除了自己的亲人，其他人一概的不信任。这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当侦查人员问到，那么当天晚上你弟弟胡金海到你家是干什么去了，因为他说他弟弟没什么行为，到他家也只是纯粹为了看房，那么他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他就说是我让我弟弟去我们家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怕刘海旺被胡根生临时收买对自己不利，我的弟弟就是去为了防备这个，也就是他对自己的同伙人刘海旺猜忌心都这么重，防备这么严，那么他还对谁有信任感？中国有句俗话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胡文海也终将难逃法律的制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即故意杀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胡文海开枪致人死命，后果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被告人胡文海因犯故意杀人罪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昨晚7点被金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被告人刘海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胡清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这是晋中台和驻站记者报道的。走这条我是应该，杀人偿命嘛，家里面父母不能送终，这对不起父母，让儿子好好照顾我女儿，让家老婆重找一个对象，过好那个后半生。